我的认识的红的富豪跟红的学生非常的有道德的会做什么第一个奶奶的学习更好富豪我们的学习非常的要让我红的也不敢说的快速回传哇塞好那么现在比数呢已经形成了1-0我们红队一分暂时领先哦如果男队同学要好好把握机会哈你们现在拿了一分哦好第二回合请开始这马上投的来的是小马但是他比数呢进行了1-1平手的状态到底男队会得到第二分呢来第三回合请开始2-1我们的红队已经排到我们男队同学要好好加油哈来请开始